给大家做一个夏日炎炎爆米花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放点白糖，再来点玉米粒，咱们就只放玉米粒吧，不放油了。这个糖和油我都不放了。你们猜能不能做一锅彩色的爆米花？哇塞，好漂亮哎！哎，真的老好看了，这颜色老像夏天了。夏天的外面就是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这啥？磕磕磕磕磕磕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挺好玩的。这个东西这是我的新玩具，因为我又玩坏了好几个，这是又新买的。有点卡那感觉，咔咔咔咔咔的。这是那啥，解放双手的一个小神器，做爆米花的。平时有炒菜锅也可以拿炒菜锅来做啊。哇塞，太香了，卡顿了。来了来了，爆了，但是怎么坏了呢？不会转了？那不会胡车吗？翻车吗？天呀，它咋不转了呢？坏了。关火！啊，我这个锅又坏了，又坏了，又坏了！来，三二一，开盖子了啊！来，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成功！哇塞，还其实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还是有些可以吃的。